然后天赋，我他妈符文带错了，我操！我带的只带了一个护甲，我现在石头人打物理喜欢带双护甲，双护甲一攻速很香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哦、我们这种入不了。这何地带走我的心？欧巴西，都是他妈娇媚，你知道吧？这些说女粉的，是他妈这个，我是他妈这个娇媚。是这个娇媚是最变态的。全军出击，这个还不变态，是这个，这个是最 gay 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一下我这两个字，品一品，文心。有点怪。不能让他猛退先。哎，这卡米尔不退线，你敢信我朋友们？他不是很会玩，但我这波好像退太快了，我痛苦面具了，而且我掉了两个兵。神女对线不行啊！亏点兵就亏点兵，前面只要兵线处理上就无所谓，兵线处理好了，你后面会很幸福。那他来处理塔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视野，前期就可以给打一些心理戏。石头人打卡米尔，其实前面不好打的。ADC 没刷，那他能让我压线，就说明他上单玩的不是很好。可以看看。我操！我吃肉了，当时。嗯，是，那我们。Kain 在下路。Kain 没闪了。好了。结果他的那个眼的时候，真的 Kain 就在下，在打下路了。老实点，回家。小伙子，还不走是吧？那你就给我去死。可以，在你后面。他没闪。哎，枪哥救我！枪哥，枪哥，枪哥，这。上路一滴血，一滴血，一滴血，卡米尔。哎，我盯住他。够不到。他在交闪。交给你了，兄弟。漂亮。来来你是谁？谁拦了呀？这神女好像双刀没用，被你崩了。哇操！我吐了。对，被我一下崩了。啊，符文，符文带错了，符文带错了，应该把杀了。可以推。等一下，你的被动。妈的，没死。交什么技能了吗，六哥？他妈他全交了呀！下路河蟹还在。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不是，我看我们打野在上半区，我才跟他打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我中路遭遇了。中路有三招。嗯。下路技能全没了。那个打野在上路，打野在这边野区在刷，刚把蓝打完。这个神女走位前期真不好跟他打，杀他太难了。你妈石城前期我这种不带彗星的伤害贼他妈低，回家出装备了。兄弟，我在刷，我在刷下野区。下路技能全没啊？下路技能全没吗？至少要两个这个才能。如果你小心一点，我抓下了。我可以定这个。
可以的，小，可以下来了。AD 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推不推？推吧，你要小心开你啊，你往下面走。我感觉我能。对啊，一个我先一个 Q， 你再 Q 啊。好车我可以。虽然他有个这个，但我感觉我能操作他。没 Q 中防备，清理一下。天啊，还有个给他做了。再 Q 一下。给我小心一点。算了，小心点。不换血，这波有可能被抓的。凯隐有可能在，卡米尔套大直接痛苦面具戴上，这波被抓直接痛苦面具戴上。没事。这波六了，这波线我。不好抓，你要吃这波线。我吃，我自己吃。凯因一直在刷的，凯因一直在刷的。别过去拿龙了。我有。OK。你拿龙了吧，莫格纳不见了。哎，胡渣！走，往这走。哎，我差点被当杀了。我，哦，莫格纳也不见了。一个是蛇女对线不会玩，一个是这卡米尔打的不行。我刚看了一眼弹幕，我要甩锅。卧槽帅，卧槽你是谁？干没去打条龙了，他红还在吗？他红在吗？我知道，好像红还先打红，但是他速度有点快。应该是在的，我可以放。在红在他上没有红的，我可以放你，你别用他 Q。加洛可以越塔。我他妈死了！然后他靠，但是凯因要来了。下路可以越塔，莫格纳没盾的，没治疗，没点。莫格纳没。听我说，我想要个助攻，可以不？回家扛塔。我操，凯因下去了，凯因。AD 没闪。凯因在这，凯因开这个，小心点啊！我保护你走。还有这样涂装的，我操！我可以帮你看蓝 buff。没事没事，你走。有个凯因在下路，凯因在下路。好，我打在了，你攻进去打小龙。啊！爹！操！凯因估计在刷石头人呢。哎，凯因在中。这么喜欢抓中路干嘛？他去打河蟹，他去打河蟹。这边可以蹲一下吗？帮我 A 一下，宝贝。他们要过来。啊，上路发育了，这一把就必须吃透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去上、okay. 上半野了。这武器不太好打。我要凯因在上路，我过来。你六十秒大招，这个上路有什么技能吗？啊，上路有什么？全围，旁边大有大围闪。兄弟死了，我打峡谷了。我来打你，有个你前，那个你推线，嗯。这波你能破吗？看一看。这波上路塔可以拆掉了。阿红没有了。为
是一是什么意思呀，宝贝？七十，来六个，我有 Q 的，帮你 A 一下。看你在下，看你在下，来，我应该会去冲。是的，没事，我放着。我帮你，我走了。我干脆直接拆吧。拆掉吧。他们来我们不怕，你有大的。拆塔拆塔拆塔拆。我可以踢过来，我可以踢过来。怎么说裴老师？我看到了，我都没事，他追你，我可以踢过来。他已经追了，已经在追了。我在路上。哎，他也走不掉了。呀，你他妈这么追我！呀，这波干的！哇！天哪！他变蓝凯把你杀了吗？我被秀了，我越塔杀他，然后我那个啊，他闪现把我阿躲，然后钻我身体里面，没发现他打。嘿 ，Sweaty Heart！ 他没闪的。哎，这个能给我吗，朴老师？刀下留人。岂止你这样，赶紧杀了！一会儿王继超又他妈来了。我距离就差一点点了。那、啊、这个 Q 是什么？OK， 来这波，来这里有个莫甘娜，怎么冲？我想开炮。我操，这里还藏。我可以跟你，我可以跟你，你说。你们有二呀？我靠，自己杀了。这里好像有大的。算了，我没到。哎，来把这卡杀中的。小妹妹，你喜欢做串头吗？小妹妹，你喜欢做串头？你有大吗，牛奶？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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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秒。这波我有了。这个看到没？我位置。小妹妹，你喜欢做串头吗？我伤害不够，所以我的大肯定要被挡的，无所谓。他只要保密技能交了，他就要死了。给他挡个大又何如？某的关系，我帮你拿蓝吧。OK， 我自己可以打，没事。哎，打得太慢了。对，好。你留个 Q 了。嗯，别一下。亚狼子不在，他墙面就疯狂来吃塔，其实。现在我看到他一次，他就得死亡，不允许他逃走，知道吧？就看到他就必须得死。日炎加我的夹住透心凉，叫我 W 奔了一掌，直接一个 Q 技能挂个减速，然后上去无限 W 奔了一掌敲他，然后配合日炎就直接给他敲死了。看一下了，这手里有大的。什么他在草里回，他在草里回，他在草里回。蓝佩吉，那，卡米尔 ，Where are you？ 嘿、hey, ，北北，我从那边，我从那边。等他 Q 消失，哎，消失了。敲，敲击，敲击，敲击。还有那个有果子，有果子。敲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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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击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敲击。啊，杀不死资格生啊！敲击。好了，好吧。他没到了，他没到了。敲击！呀，这卡米尔怎么这么肉呀？可许加他妈的抗魔斗篷，怎么这么肉呀？他没多少蓝了。来，我再靠。有人头。再靠，我再靠，我再靠。恭喜！哟！我操！你他妈还想跑死？
没问题。我看到你过来，我心里面紧张了一下，曹操。不敢吃，不敢吃。我看你身上有，我操！哇，这个还没中。还好刚刚你们知道吗？刚刚那波细节，先拍一下，检查攻速跑，等他 Q 消失来回身打他。修E A 他，等他 Q 消失别急。啊，起立人，你来骂我。这大招没 K 到，有点难受呀。没事，回家出装备了是不？不是他出咳血的吗？对啊，他出咳血都打不过我，是最恐怖的。我操！刚刚那波最关键什么？就是要躲卡米尔的 Q， 他只要一过来打你，他二段 Q 是 Q 不出来的，你可以 Q 他减速。我护甲高，吃他那真实伤害一下剧痛，但他没有那个真实伤害，他打不动我的。就一定不要吃他的二段。坏了！我来，我再往这边走，我先封路。没的，兄弟没事，能不能救一下？没事，你去死吧，你去死吧，你去死吧，没关系啊。我帮你复仇了。真的好闪现啊！那个贴住啊！终于轮到我了，我操！弄他，这小蓝凯，他在想屁屁吃。追不到，他没大的，他没大，没事，他死了。哎呀，起立，宝贝，等王继超先叫技能。哇，日你哥，一个 Q 就死了呀！哎，我不够细，我在走位，我之前烫了点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德拉斯这装备 K 头无敌的，一个 Q， 我玩德拉斯。辅助就出无敌输出装，对，德拉斯辅助很恶心，真的，很变态。对，兄弟可以放松人啊，是不是很恶心？你只能锤憨憨，你妈遇到他猛的，你妈上来就给你弄翻了。我蛇皮打了王者局，你蛇皮，你牛牛你那个辅助，你妈阿巴阿巴，你问温馨我辅助屌不屌？你说不说？你说屌不屌？屌。我、啊哦、还学会他妈大主播欺压人是吧？哪有你我他说的是实话呀。大主播欺负小兄弟，他说的实话呀。是是是，好实好话，好活。哎，这跟着是哎呀哎退嘛，中单哎呀很烦。怎么操作？来，你妈的，来，跟我 A。这边。有大吗？奥佩留斯。定住了一个，来，直接买吊死。哎，没听到。这你妈也想贴王继超？不是，我是帮你补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什么，你妈这波给你看，这波把王继超看清楚了，这他妈是包死的。我这个开大刀可以，对吧？之前还在那伪王继超还在那伪装，我给你补伤害，你妈我还信呢。铁狼。什么的？二